后台，其实我只能用一个字形容，就触目心惊。我常常会看到很多女明星啊，还有很多年轻的 model， 或者有一些还稍微有一点点资历的 model， 他们衣服一换下来，哇，你会觉得说你很想把衣服再把它穿回去，然后就觉得说哇，这样的场面你要看好几个小时，那真的是对我来讲，真的是也是一点小小的折磨。Okay. 可是呢，真的是我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今天一定要来推荐给大家一个解决这一些你很难堪的这一点的那种问题点，到底你要用什么东西来解决？对，太好了。